我都對嘅，即係，我初初都會擔心，咦喂，即係我今次又唔知道遇到啲咩啦咁。我有時都話見其他導演拍阿青龍咧，咁容易俾佢演，或者咁咩咁便宜嘅。咁我其實我拍佢，我好中意，因為呢個好叻嘅演員。咁你咪試下諗啲嘢，令佢都覺得難咁樣，或者覺得。好咁便宜佢咯，對觀眾嚟講，你都希望再睇一個演員，呢個演員大家都知道叻嘅啦。今次會唔會再叻啲咧？咁你一定有啲人估唔到，你邊會覺得滿意？不斷思考，角色不斷同一場戲諗好多次，好多次，甚至乎係諗埋個劇本冇寫嘅，冇寫嘅，咁你全部都諗埋曬，咁樣去到現場，佢問你有冇個唔同口味啊？咁樣即係變咗你個豐富咗。系咪？你跳之前呢啲水就假嘅，跳咗落水之後啲水就真嘅。咁樣飲曬。係咩？係蝦佢啊？我哋跳咗落水之後咧，跳咗落水之後咧，即係我開頭 wash 咗個波渠啲水係假嘅，因為嗰係落雨之後水噶嘛。係啊。咁嗰個水係自己做嘅。咁我跳咗落去之後，喺水裏邊嗰個咧，就喺內地一個嗰啲餐嗰啲周圍嗰啲比賽嗰啲急腩，喺急腩真急腩。我唔係蝦。咁上面有個湖嘅，咁湖咧就有個閘，一開閘咧就出咗光，係你冇辦法企得喺度。所以我哋做件好奇怪嘅事咧，就係我係吊住威亞，冇人救到我嘅。係，即我停唔到嘅，我直接翻嚟香港嗰度。我哋今日咧就冇約過嘅，大家冇事。會好奇怪，會㗎。唔係同樣，即係會好同步咯。接拍完嘅戲都會思考一啲。一些改變的一些你真的會學到一些東西，你會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做，為什麼他要這樣做，為什麼要這樣想，他要你這樣是什麼原因。那在個過程裡面，我自己演出上面犯了什麼錯誤啊，為什麼出了事啊，為什麼不能走啊，你自己回去看看，可能因為我這樣，因為我這樣。其他很多戲其實很多時候拍戲都會有的，但是《快樂偉山》那個是很特別明顯，特別清楚看到自己的。阿青雲，你覺得驚訝嘅都，或者你覺得好正喺定精神上？佢唔單止係，譬如你諗咗啲嘢，佢演得到。其實就算，因為我有時係即興創作嘅，呢個演員係可以幫到你創作。譬如我講翻以前，曾經拍過一套《鬼馬群雄》，即係譬如有一場打麻雀咁，我都唔知嗰場演應該點拍。點開始突然間有個藝師喂，你可以擺只麻雀，剩幾多隻麻雀吞緊到咧？佢咪吞你睇咯，咁咪擺下就嗰場就出現咗。即係呢個其實已經係唔係一個。你是編劇，你是導演，想一場戲個演員演得好不好，而是他跟你一起創作。青雲裏面一定有一個細路在裏面，其實細路編劇這種特徵是不是放在方展部？我覺得如果你跟他玩，你創新他都在裏面。有些人譬如你認識了很多年，你發覺大家其實不止你某程度，你沒有長大，譬如我跟阿杜丹那麼熟，你發覺其實無論大家幾大年紀都其實都是細路在裏面。細路其實不過個細路佢唔係遇翻自己啲 friend 嘅時候咧，佢唔出現啫嘛。我就覺得我唔係有好大嘅成長，但係的而且確咧，有啲事咧個人係有啲改，我睇法係改變。咁都有即係冇工作都差唔多一年。仲係成日喺屋企喎，即係以前都會出下街啊，去旅行啊，出下玩啊，即係我而家係冇一段時間完全。你係我諗大部分人，即係特別係我覺得，我係從來冇咁長時間對住一個人。即你真系边个顶唔顺啊？你真系可以睇清楚，原来你系娶咗个咩人？娶咗个好女人啊！真系你个，我都一个几，我自己真系一个检讨咁做啦。即系你真系真正正喺屋企睇，我以前系假嘅好多咯。系啊，以前新认识一个人，系啊，冇摩擦咩？教条咩 ？OK 嘅。你谂下以前我系真系。成日都是翻工啊！我唔知道自己啲嘢擺喺邊。廚房啊，啲咩個碟擺喺邊度？咩擺喺邊度啊？咁樣咩吸塵機啊？咩好清楚啦！冚唪唥都唔知道。我俾你聽，我而家全部識嘅，做翻以前冇做嘅嘢，屋企嘅嘢啊，好多家庭上嘅嘢啊，銀行嘅嘢啊，甚至乎打電話翻自己俾爹哋媽咪啲時間多咗好多啊！啲人打翻問睇佢有冇事啊，都冇，因為個精神完全集中喺疫情啊、屋企人啊、擺嘢啊、要戴口罩啊、又幫佢洗手啊，即係你即係防疫嗰個精神，成日驚屋企人出事啊咁樣，即係大部分情緒擺咗喺嗰度嘅時候，就反而係完全冇諗過法律。我係曾經諗過。
我會唔會就咁唔做咧？做唔做咧？我真係咁樣諗。嗰啲即係時間越耐越耐，你開始有啲時間去睇下，睇下啲劇啊，睇下咩，咁你就慢慢，即係慢慢自己嗰、那個，其實自己就係根本係做呢行。咁你就翻翻嚟就會覺得，我係好覺得，我係一定要做咯。我唔係要同人比較，我唔係要做得好過人，或者要啲乜嘢。我好相信，我係會做得好，一定好過而家呢個，一定。